小东，那你的意思是啥款？你敢愿意叫我原谅？小东，米兰员工干安尼啊，你嘛表示一下啊。心肝敢有这凶？最近厝内发生这多代志，爸的车骨都要去保养，手桥倒摆再出来老老省一下风的，感觉袂歹吼。啊，不是因为你伫咧生气，所以这后倒摆气氛才会怪怪。那不是因为你。这款的感觉真正足轻松的。我是讲袂歹啦，足久无互爸载啊，足好耍的。足好耍的。你已经二十岁啊，你敢有想讲家己要去挑战跳伞？啊是滑翔翼、飞行伞，啊那无就是出国去旅游，比如讲北海道滑雪，啊是夏威夷海滩，啊那无就是北欧壮游看极光。嗯，爸，你讲这，我拢就想要去。少年时阵，无属于家己的梦想。我伫咧读册时阵，定定家己走来遮，看飞行机伫我头壳顶飞来飞去。我真心真侪飞行机顶的人，迄当阵我就咧想，有一天我嘛一定要出国打拼。来看卖外口世界有偌大，结果无外久，我落去拄着你妈，然后阮就结婚，后来，你四个姊妹啊，就一个一个出世啊。敢袂后悔这么早就结婚，这么早就生囡仔？当然嘛袂，
有恁这四个查某囝，是我这生上大的骄傲。也毋过，我嘛是爱坦白讲，有天我嘛会想讲，当初我若是无拄着恁妈，阮无结婚，那呢我人生会行无同款的路。即马我一定无同款。当然嘛无同款啊！虽然我唔知影你若是选择白路，会变做啥物款。啊，毋过爸，我会当确定，他出讲你无干嘛结婚，即、這个世界就无我。行行行。我想要你知影，假使你若选择甲囡仔生落来，至少超过十年时间，你要放弃你家己梦想，为了要照顾囡仔，你必须要去找头路，赚囡仔牛奶粉钱、生活费用，还够学费。饲一个囡仔，就要牺牲青春，还够足。爸，我真正就配合你干嘛的？因为那决定要做一个爸爸，也是妈妈，真正需要足大勇气。这囡仔有啥物想法？你若是心理还袂准备好，爸就要替你想办法。不管安怎，你顶下心甘情愿，才会当把囡仔生落来。啊，若无，未来的子弟过得真无快乐，囡仔嘛受着影响。梦想还袂实现呢，啊！不过我嘛唔知影现在怎会变到安尼，我真正唔知道要怎做决定。这是一个真残忍、真困难的决定。我少年，能过人生我都定来。你已经二十岁了，算是大人。这种代志，爸敢会当给你建议，我都给你做决定。所以你回去了，甘米拉花参详，不管安怎讲，伊拢是这个囡仔爸爸。发生种代志，对查某囡来讲，比较较吃亏。大部分人真有可能用时间一个过长，我都想想你，头来做一查。啊，不查囡，有可能家囡仔生了，当作什么代志都无发生过。烦恼，造成这块痛苦。
问题想要问你。阿爹甲你结婚之前就有心啊，伊敢嘛参照甲我同款，遮尔烦恼。你哪会想用安尼问？我伫咧病院的时阵。听到赵子俊跟妈爹讲话，大姐，敢真正是赵子俊的囡仔？慧文已经跟他离婚了，伊跟赵子俊的关系嘛愈来愈好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坦白跟查某囝讲，讲出真相？先等爸还有代志来处理一下。爸，你还有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出遐大个代志，我干免去跟你妈小讲一下。妈啊！爸，我家己去就好啊，你别去啦。啊，等到你家己讲哦，大概明年圣诞节啦，彼当阵你的囡仔唔那会惊过会跳，或者佫叫阿公阿妈。爸不是无了解你的个性啊，煞煞去啊！即马想要甲你妈妈陪护啊，我今来找你妈参详，看下怎样代志要来解决啦。爸，多谢你的体谅。啊，不过你要跟妈好好讲哦，莫讲讲嘞，佫冤起来啊。不会啦，我知影。要紧的代志，赶紧到我住的所在。
我看恁两个人需要时间好好讲一下。我先替恁买宵夜。米拉，我。小东，你先别讲，我有代志要先跟你讲。我细汉的时阵就离开我的爸母啊，所以我有爸爸妈妈甲无是同款的，我过着跟咱孤儿同款的生活。迄款的日子，你是无法度想的，所以迄当阵我就咒诅，卡算讲。我若是有一个我家己的囡仔，我一定要给伊一个幸福、啊佮快乐的家庭。自从认识你了后，我就甲你认定是我一世人要照顾的人。我知影你即摆心内足惊的、足不安的，我毋过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照顾好你。我靠！你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小东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你愿意给咱，我靠！你巴肚内底的囡仔一个幸福的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珍惜。在我的婚礼，我并不希望你来参加。想不到伊变到这么无尊重我，那你妈子，我得让恁知影，我才是上有资格参加这场婚礼啦。伊绝对会想尽办法去提出证据，证明伊才是叶小春的亲生爸爸。叫你袂结冰。你敢要陪到不情不愿？是要安怎？正凯哥哥拢找无着人呢，也是联络袂着。啊！我已经去做，我甲小汉嘛亲自去。既然赵子俊，既然你也想要领叶小春借钞票，你赶紧报告上来进去。我最好讲，小春到底是怎样？咱就讲我哩，只份 DNA 报告。我伫结婚的时阵，直接就赶紧报告。把我交给郑凯，我的郑凯，你点当快乐。这钞票，我早晚会讨到。米拉，麻烦去拦截结婚亲子鉴定报告，拿掉吗？我爱和赵子俊的感情，真正心疼尴尬。Oh,